黄议员咧系对录音机咧确实系情有独钟，每一次都睇题，但系佢好似有啲 out 喎，因为而家人哋提嘅咧起码都系 MP3、MP4 啦，就唔系提录音机啦。但系咧，我谂佢需要嘅咧，其实系一个助听器。助听器。喺呢个庄严嘅议事堂，你咁样喺度答，扑街啦！做官不为民，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啦！你识唔识抽谷打官司啊？唔好话我哋俗啦。咁我都喺呢一度咧，郑重向主席提出，我觉得头先有关嘅字眼系一个粗言秽语。喂，嗱，你哋唔识就唔好讲，唔是？喂，点解黄英年用男性生殖器官嚟讲说话嘅时候，点解冇人投诉嘅咧？嗱，你唔中意，你唔中意嗰啲俗语，我话俾你扑街系点解咧？就系话嗰个人喺街度扑死啫。唔系，嗱，你哋个议会梗系可以话以后唔准讲扑街嗰两个字，但有理据啊嘛。唔系咁恶死点可以讲先？恶死就即系话嗰个人前面病榻，求死不得，求生不能，扑街就即刻死咁解啫嘛，扑街就即刻死咁解啫嘛。退税。我有本事纳税唔使你退啦！我有本事纳税唔使你退啦！我有本事纳税唔使你退啦！你知唔知我哋而家香港几多抑郁症病人咧？系嘛？等到你救济65岁先俾佢嘅时候，佢已经窗口当门口啦，神祖！佢已经窗口当门口啦，神祖！善财难舍，冤枉甘心，我话俾你听。活俾四川就大喇喇，100亿眼都唔眨下，系嘛？注资入强积金，你唔傍现水嘅话都得，你再派5000蚊，啱唔啱？300多亿啫，你又唔就范，咁你想点啊哥？你系都俾我喺度臭骂你，2岁。翻到办公室，打嗰几只癫狗又喐，就当佢发咗疯，唔系当发咗疯嘅，90几人睇住嘅。而家话俾你听，我哋而家将所有嘅发言摆晒上 YouTube， 点击率最高。我闹啊任志刚嗰段7分钟，而家20几个万个 click 啊，大佬。